好好，开始开始，好，来开始。哎，一首歌哎，这什么歌？阿良，等一下，我去帮你看哈。今天22、23个，9:20，20秒啊，人家有一分钟的。我们测试的时候，通常时间会弄比较短，等你要放出去的时候才弄正常的时间。你就拿着它，你就说先什么亮，再亮多久，然后换什么色。不要不要，不要，我也在录了啊，反正我都在录了。什么意思？它怎么动啊？亮，然后亮5秒。再回去。然后就是红色关起来，然后换绿色亮，绿色亮5秒。然后黄色，然后重复执行5次。啊，有没有按照你的？然后黄点。有没有按照你的规划在动？有哈，有没有很兴奋？设停0.2秒。OK， 好，变亮，然后变暗，很好。都拍了，都拍了，都拍了。来说一下你做什么啊？不要。你说我做的是霓虹灯。不要。我要把它装在我们家的这个招牌下面。一箱。老师，你们家是卖便当的，怎么有？好，开始，手再高一点，不要遮住马达。嘿，好，衣服怎么变白了？这个变成疫情，不会太掉
Thank you.